大家好，我是顾永琼博士。2021年，茅台集团市值突破3万亿，稳居于 A 股第一。能够对抗特斯拉的时候，我们也许有点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让茅台如此出色？茅台公司公开展示了多项独特的专利，比如已经历经几百年的让美丽处女来采酒曲。根据茅台集团自己的介绍，少女的纤纤玉足，分泌物少，霉菌少，流汗少，能够确保酒曲的酸碱度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，在多种酿酒微生物平衡快速生长繁殖的同时，还能够保证微生物种类的多样性。里面有很多姑娘从18、19岁就来到了茅台，从事采取的工作，从早上5点半到早上10点半。连续不间断采取，也只有这个时间段，早起的阳气和美丽少女的阴气才能完美结合，给酒曲带来最美妙的化学效果。茅台能不能上5万亿市值？我觉得可以。